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化大百科》，我是主持人王玲玲。《三国演义》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，其中的一些人物深入人心，尤其是诸葛亮。很多地方都有祭拜他的祠堂和庙宇，其中成都的武侯祠博物馆更是被称为凭吊三国英雄人物的圣地。这里同时包含了祭祀刘备的汉昭烈庙和祭祀诸葛亮的武侯祠，所以被称作是中国唯一的君臣合祀祠庙。其实在历史上，他们初建的时候是各自独立的，到了明朝初年进行重建，由于照顾到君臣礼制，就把武侯祠并入了汉昭烈庙。汉昭烈庙大殿为单檐歇山式建筑，石柱砖墙，雕梁画栋，气势雄伟，富丽堂皇。殿前放有一个双龙抱口九龙铁鼎，为明朝遗物，铸工精细。殿中悬挂着清朝人撰写的匾额“夜少高光”，高是指汉高祖刘邦，光是指汉光武帝刘秀。匾额的意思是刘备继承了二位先祖的帝业，是后人对刘备最高的赞誉。端坐在须弥座上的刘备，头戴冕旒，手捧龟玉，宽面大耳，雍容华贵。史书记载，刘备双耳垂肩，双手过膝，一派高贵福寿之相。刘备字玄德，涿郡涿县人，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。少年时家境贫寒，和母亲以织席卖席为生。由于知道自己有皇室的血统，他从小就胸怀大志。虽然刘备平时少言寡语，喜怒不形于色，但他非常喜欢结交天下豪杰，这也为他以后招贤纳士、创立基业打下了基础。东汉末年，朝廷腐败，农民起义风起云涌，刘备在群雄混战中势单力薄，屡遭惨败，只能东投西靠，寄人篱下。但他百折不挠，始终伺机再起。公元207年，47岁的刘备三顾茅庐，请出了27岁的诸葛亮当军师，此后又连吴抗曹，巧夺荆州，智取益州，终于在公元221年在成都称帝，建立蜀汉，三国鼎立之势形成。守护在刘备殿两侧偏殿内的桃园结义后，三人踏上了兴复汉室的漫漫征程。二人随刘备出生入死，南征北战，立下赫赫战功。西侧为张飞殿，殿中的张飞塑像面色漆黑，抱眼环睁，炯炯有神。张飞以作战勇猛、行事忠诚、性格鲁莽而闻名，是刘备的一员猛将。公元221年，刘备出兵伐吴，临出发之际，张飞被手下的部将杀害。汉昭烈庙内现有塑像47尊，为清康熙至道光年间泥塑彩绘而成，其中40余尊是见于史书记载的蜀汉历史人物。刘备殿前西廊是武将廊，共塑武将14尊，他们或因战功卓著，或因战死沙场被立像表彰。其中当阳一役单骑救幼主、智勇双全的赵云首当其冲，另有雄烈过人的马超，有定军山击杀曹操名将夏侯渊的老将黄忠，以及在诸葛亮身后多次领兵伐魏的姜维等等。东廊是文臣廊，共有文官塑像14尊，这些人或雄才大略，或为官清正，以人称凤雏，才智可与诸葛亮相比的庞统为首，还有继诸葛亮之后主持蜀汉军政的蒋琬，以及敢于向诸葛亮提出不同意见的董和、董宇父子等。刘备殿东侧为关羽殿，殿中关羽雕像高2米多，全身贴金，脸色赤红，卧蚕眉，丹凤眼，神情威严，做帝王打扮。关羽以重情重义、有勇有谋而著称，
年轻时因犯法而逃亡到涿县，自此追随刘备不畏艰险，为创建蜀汉王朝南征北战30多年。他的忠义在后世影响很大，民间百姓也以关羽的忠义为榜样，所以清代时全国各地大兴关帝庙。作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，刘备爱民爱财，宽厚仁义，知人善任。他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军事人才收为己用。据《三国志》记载，刘备临终前遗言诸葛亮：“君才十倍曹丕，必能安邦定国，终定大事。若四子可辅，则辅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为成都之主。”诸葛亮大权在握，却念念不忘完成刘备的遗志，最后在北伐的战争中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刘备的政治家品格在中国封建君主当中算是具有示范性的，他十分注意自身的品德修养，力图树立贤德之君的风范，临终时仍不忘留下遗诏，告诫儿子刘禅：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为贤为德，能服于人。其实这也是刘备自己为人的信条，正是这种为贤为德的品格，使得刘备一生受人敬重，成就了他有生之年的宏图大业。汉昭烈庙当中陪伴在刘备身边的是他的孙子刘辰。公元263年，魏军兵临城下，刘备的儿子刘禅不战而降，蜀汉政权历经42年的风风雨雨就此消亡。刘禅的儿子刘辰不堪忍受亡国的屈辱，杀家殉国，与蜀汉共存亡。而蜀汉后主刘禅的塑像在宋明两代几次被毁，后来就没有再塑。在这座汉昭烈庙当中，子孙兄弟君臣共聚一堂，他们在乱世当中所演绎出来的故事，直到今天仍令人感动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，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@央视综艺，参与实时互动。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、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。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，再见。这是一种来自我国良渚地区的典型玉器，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。它内圆外方，形如桶状。它的特殊形制究竟有什么意义？在遥远的新石器时期，又有着怎样的用途呢？敬请收看《文化大百科》玉琮。